姐妹们，中午好，你们都吃了吗？今天是初三，大家是不是大鱼大肉都已经吃不进去了？我现在已经变成每天都只吃一顿饭了，因为每天待在家里也不出去，也不运动，完全都不饿，每天就是在吃零食跟看孩子之间度过。今天咱们来解这个狗子的年运卦。狗子年运卦，我在家过得都糊涂了，都不知道今天是周几是几号。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辛丑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立春了，就换节气了。换节气就是新年新的气象。这个狗子的待遇绝对不能超过猫，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今天就一定要把它解出来，不能把它放在明天解。咱们先看狗子的整体情况啊。这个我这一个玄学 UP，半个玄学 UP 吧，一瓶不满半瓶晃荡这么一个玄学 UP，都已经快被他俩的玄学给打败了。火山旅，看着眼熟吗？咱们最开始起猫猫就是，朱偃协那次的卦火山旅，封山见就是所有的都是用鸟用鸿雁来比喻的那个卦。这两个卦又出现了，又是之前重复的卦，又在这里又出现了。咱们看一下火山里，火山旅先说的是什么啊？火山旅之前在10月、11月的时候是猫猫在火山旅，明年啊，今年，就是那个壬寅年，现在轮到这个狗子在火山旅了。这个火山旅咱们还是一样，是爻代表狗子本身。然后应爻是代表外界环境，但是咱们要是看年运卦，就要整体看。是爻是代表它，其他的咱们都参考着看。咱们先看哪几个爻动了，是四爻跟五爻动了，就是有小箭头的这个圈圈跟叉叉，五爻动了。咱们先看一下四爻跟五爻说的是什么。看这四爻啊，旅于楚，得其资服，我心不快。象曰：旅于楚，未得未也，得其资服。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旅卦整体都是说这个人啊，这不都捋捋捋吗？整体说的都是这个人漂泊在外的这么一个状态，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漂泊在外，然后不安定，在外面的各种境遇，这么一个情况。九四这个旅处就是你外面游荡，走到了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处就是那个位置嘛。你走到了一个暂时的地方，得其资服，我心不快。资服就是钱，或者是说资源吧。不是有一个玩笑吗？咱们去旅游，我执子手，子执资服，就是我带着你，你带着钱，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得其资服，我心不快。这是在外面旅游，或者是在外面游荡，在外面漂泊，有了安身落脚的地方，还得到了钱，心里还不痛快，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有好多种解释。有的人说是得其资服，是说这个，因为他已经是九四了，看见了吗？在上卦了，已经不是最惨的阶段，最惨的是初六，旅索索，就在外面。你看，志穷哉也，就是在外面这个很穷困，然后自己的，意志力也快要被磨光了，这都比较惨。九四其实你已经在外面游荡一段时间，有了安身立命的一些基础了，然后也比较适应当地的环境了，就是已经开始一切向好了走了的时候，这个他的位置比较高，还在外漂泊。有一种说法说的就是被流放的，就是实际上他本身是有一定位置的人，他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得罪了大官，然后被流放了，然后给了他一些资源。只是说安抚你，就比如说像，什么李白呀，或者是说，苏轼啊，给你流放，比如说他去杭州任职，见了这个苏堤，感觉他好像是当地的一个官员，但实际上他还是被流放的一个状态，就是给了你一点点资源，但是呢，你心里也不痛快。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人身处在外，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不是我能说了算，在不太安全的情况下，我赚到了钱，我心里也不痛快，因为这个钱不踏实嘛。像咱们在
比如说我在家里，我保险箱里放个10万20万，我感觉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要是说出门逛街，我兜里揣个10万20万现金，你是不是时时得想着，哎呀，有没有人看出来我这个包这么重，有没有人惦记上我这钱了，我刚才取钱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啊，就是这个心里也不太舒服，也有这么一种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说，九四幺它动了，就是说现在我处在一个不是自己能全权掌握的这么一个境遇下，虽然有钱，我心里也不痛快。就是大概九四是对应着它这个就是这么意思。九五也动了，九五是什么意思？九五是设置易始亡，终以欲命，智是野鸡。就是公鸡长得漂亮，母鸡长得不太好看。这个野鸡我以前小时候经常吃，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居然变成了国家保护动物了。那个肉特别难吃，又干又柴，但是小时候家里经常有，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然后这个设置一死亡，就是我一箭就把这个野鸡给射死了，然后呢终以欲命，终于得到了一个善始善终的情况。也就是说咱们看啊，他虽然说是处在这个旅卦，然后呢四五都动了，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个不错的结果。然后咱们再看这个卦里边本身说的是什么意思。看世爻，世爻还是尘土，然后呢你看这个还是一样的，看这个年月都是土，时也是土，这三个都是土来生它。世爻你看这个卦里边，这现在是四指里边有三个相帮了，跟它是一样的。然后再看这个卦里边有两个火，看见了吗？火火火在生土。同时呢整个这个爻里边它没有克它的卯木，没伤卦，所以它明年势头不错，力量还是很壮大的。这个整体来讲的情况是不错的。然后咱们看一下，分别看一下这些这里边的这些关系啊。首先看这个世爻，世爻有一个父母卯木伏在尘土之下，这伏神，卯木本身是克他的，但是因为他现在是伏神，而且是单薄无力，所以呢克不动他。这个世爻伏在这个父母伏在世爻之下，而且是克他的，什么意思？说的是有一些不利他的政策呀，或者是说消息呀，或者是说指令啊，这些东西对于他不利，但是这些不利的东西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现。什么时候能显现呢？就是在卯木力量最大的时候，也就是春天的时候。但是这个东西对他影响大不大呀？对他影响不大。春天的时候即使这个东西显现了，对他的影响也不大。为什么？因为即使他显现了，他的力量还是很微弱。整个这里边只有水能生木，但是水也没伤卦，水的力量也体现不出来。所以即使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指令，对于他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也显现不太出来，因为他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然后呢你看神奇的地方来了啊，之前咱们起那个巨蟒之战那两个人，我一共就起过两次双人卦，一次是那个巨蟒之战，一次就是这个六神啊，排列的顺序每一卦排列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每一卦排列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但是巨蟒之战排列两个人排列的顺序完全一样，二爻全部都是青龙，二爻是青龙，其他的也都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咱们看一眼猫猫的，你看这里啊，这是青龙，大家记一下这个位置，咱们看一眼这个猫的，看一眼是不是完全一样。六神我真的是服了，我现在我都已经快不相信我自己了，真的是这么巧吗？这个就已经巧到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我自己了。然后咱们看当时猫是不是官鬼持世啊，官司缠身。咱们看狗子的官鬼在哪里？在七财这里。七财咱们上次讲的时候讲过，在男生看来七财就是他的伴侣啊，你看看他的七财下面扶的是什么？扶的是官鬼，看到了吗？
我真的是服了，我这没法解这卦，我都感觉我解完之后都有点像胡说八道了，这也太巧了，我感觉我都编不出来这么巧。然后狗子这里是什么持世啊？是子孙持世，说明什么？说明他明年啊，自我的意识非常的强，脑袋里的想法非常多，自我想要拿主意的那种心思非常的强烈。然后明年呢，他跟同事还有跟他这个业内的其他竞争伙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你看这个两个火都是相生，火生土，两个人都是相生，就是怎么说，我想想啊，就是大家能够共同把蛋糕做大，共同得利这么一个状态。应该是说明年他跟合作伙伴或者是说可能会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然后可能整个的这个就是整个参与这个项目或者参与这个剧的大家都能得利，然后也能遇到一些好的演对手戏的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是我自己的解读啊，因为这咱们卦也要落到实际情况里呢，因为我实际情况，实际他明年会有什么样工作安排我不清楚，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方向。然后你看啊，火生土，然后呢土生金，你看看明年他这情况其实基本上还算是可以。你看两个火两个土两个金，这都相互之间都能生，就是整个这个钱啊是不缺的，能够循环起来，就是我在工作中能够提高我自己，提高我自己之后呢我又能赚到很多钱，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个官鬼在这里，看到了吗？有官鬼在这里，而且虽然都是不上卦，虽然都不上卦，这个父母爻的力量很弱，官鬼的力量可不弱啊。首先飞神就生他，金生水，两个金啊，金就生水，金还有土来相生，这个官鬼的力量不小。然后这个官鬼是在七财，跟七财是同一个爻，说明啥呀？说明明年就是这个壬寅年啊，他也有官非，而且也是在这个暗处进行的，这个官非也是跟钱有关，也是跟钱有关，有一些官非，而且这个官非的力量跟他比，这个官非的力量可就强多了，这个可能对他基本上造成不了什么影响，这个对他造成的影响还是要重视起来，要把它解决，趁着他还是福神啊，趁着他还没有上卦，要把它解决于无形。这个官鬼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显现出来？因为他是福在飞神之下嘛，这种福神显现出来一般是有两种路径，要不然他的力量特别大，要不然呢就是他被克走了，所以就是两种可能性都有。他本身是申金，他被克走的时候就是夏天，火克金嘛，火四五火四五月的时候，不是这个阳历的四月，四辰龙四蛇五马为羊那个四五月的时候，如果他被克走了，他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了。但是我判断应该不是，因为除了这个申金，在这个申金是他的飞神嘛，除了这个申金还有酉金，而且金是有力量相生的，也就是说在四月跟五月有五火的时候，四火跟五火这两个月份的时候，虽然是克他，但是他没有达到能被克走的那种程度，所以我感觉这个亥水应该是在秋冬季节的力量是最大的，在秋冬季节他可能就会显现出来他这个官非的情况了，咱们大概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纷争了。夏天呢就要看他这个七财本身的情况，如果他被克走了，夏天就能看出来，但我现在判断啊，夏天他是克不走的。然后咱们看这两个动摇的情况，看这个动摇的情况，首先这个子孙动了，子孙动，子孙变什么？子孙变兄弟，然后是土变什么？土变火，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想法变成了合作的伙伴，然后呢土变火，火生土嘛，就是回头相生了，又生了他，又生了他，就是他明年对于工作的这个安排呀，他自己的头脑还是清醒的，然后呢
接剧本也好啊，或者是说跟同事合作呀，还是说跟团队接洽呀，他自己的头脑都很清醒，然后能把这个关系，他就是他自己本身啊，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然后在这个收入方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一爻也动了，这一爻你看七财变子孙了，七财就讲到这个七财，我就顺便把这个七财的情况，把他感情情况也讲了。这是有两个，又有两个七财了，大家是不是看着都要心梗了？又有两个七财了。说到这两个七财呀，我突然发现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人的性格真的很难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之前说过，猫猫的这个。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它的优缺点用易经分析过它的优缺点，当时真的是小嘴巴巴的说这个猫猫说的可来劲了。真的到我自己的时候啊，也是一样，人都是一样，真的是性格很难改。这个七财，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朋友劝过我说七财你就一带而过。不要讲那么细，大家看到猫猫有两个七财已经咯噔了，再看到狗子也有两个七财，估计就要心梗了。或者是说你就一带而过，其实大家也听不懂，他当时是这么建议我的。或者是说只讲财不讲妻，你就说他很有钱，大家听一个高兴也就行了。但是不行，我做不到，有我就必须得把它讲出来。包括像之前其实怎么说呀，包括像你说我说他这个冬天啊还是夏天呀，包括我说猫猫的这个事业是秋天啊，其实我可以算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比如说我算一下他现在心理状态呀，算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啊，这些东西我随便说，反正你们也验证不了嘛，咱们谁也验证不了，我就说他状态不错，然后心灵成长了，这种东西大家听着都很高兴，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那句话，但是我做不到，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看到了，我就是要说出来。我看到它是冬天还是秋天，还是三月还是四月，我就是说出来。不准那就不准呗，不准那我也没办法，是吧？但是你要是说让我昧着良心，我看到了，我就是不说，我就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哎，我真的是，我感觉那个嘴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是我控制，他当时他自己就把这些事情就都说出来了。这个七财咱们看一下啊，七财首先有一个七财下面扶着官鬼，另外有一个七财动了，然后你看扶着官鬼的这个七财还是七财到变卦里，但是动了的这个七财呢变成了子孙了。这块我是怎么理解的啊，这我是怎么理解的，这里一共有两个两种意思，两种含义。首先这个七财是明动，猫猫那七财是暗动啊，这个七财是明动，明面上是会有这么一个，是人也好还是概念也好还是符号也好，这些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操作，也就是说七财开始是有，后来变没了，从一个七财这么一个身份变成了一个技术性操作的这么一个状态。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情况我没有办法说出来，包括像猫的那个两个七财底下好多人问说是不是指的是他前女友啊，我真的说不出来，因为这个里边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人。也有可能是有人在追他，后来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人就是不甘心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也有可能是这种状态，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状态。但是因为这个卦上没有，我没有办法来如果我想解读那就是我编的，我没有办法这个说出来。像他这个也是，我只能看出来他是先除了他这个有官鬼缠身的这么一个七财之外还有这么一号人，但是呢这个人明面上是有动作的，但是呢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操作，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我就只能这样说。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况咱们是只能等待现实情况来验证。同时呢这个事情还代表什么，你看七财变成什么了，七财变子孙，七财变子孙，子孙克什么呀，子孙克官鬼，这个东西说明什么，七财虽然是七财变子孙，子孙虽然是回头生这个七财，但是呢子孙也回头克了这个官鬼，说的是什么意思，
官鬼，克我者为官鬼，就是管住我的人，对我有约束能力的那个东西，那个形象就是官鬼。也就是说，原来七财是调和子孙克官鬼中间的这个通关之神，但是现在七财也不管用了，他自己变成了子孙。从这个卦象上来看啊，就是他的自我意识是想反抗这个官鬼的，但是之前是看在这个钱的面子上，还是能调和的，但是现在钱自己不管用了，钱都变成子孙了，也就是说他的自我意识，今年自我意识特别的旺盛，他克官鬼的这个欲望特别的强烈，已经不在乎这个钱不钱了，就是反正这个钱已经没，对于他来讲已经不是摆在第一要务的东西了，第一要务就是我要用子孙把这个官鬼给克了，我要用我自己的想法把管住我的这个束缚给冲破了，现在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他钱还是不缺的啊，但是现在他很明显钱不是他的第一追求了，现在他有一部分追求已经很明显偏向到子孙这里了。然后说到这里呢，咱们可以再看一下，对应着看一下猫猫的那个空王的七财的情况。你看这是猫空王的七财，刚才咱们不说了那个狗子七财吗，是有这么一号人明动，明面上有，然后后来就变没了，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操作。这个猫的这个呢，是明面上你也看不见它，但是呢它暗暗戳戳隐隐约约的好像一直有这么一个存在感，但是呢还没什么作用，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同时还代表什么？七财，七财嘛，除了七还有财啊。同时你看看这俩七财，亡了一个，空亡了一个，后来是空亡了，损失了一部分钱，这部分钱最后也拿不回来，一直都是损失的状态，从这开始损失了，后来就是彻底损失了。这是猫猫这个七财也有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翻到猫猫我就顺便讲一下吧，风雷翼，按照这个卦序传里边，翼的前面是什么？风雷翼，翼卦前面是损卦，损完了之后得翼，翼完之后变卦，变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风火家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我也不知道是我的主观想法，还真的这就是玄学，还是说这就是宇宙给我们的信息。我就是每次解他们两个人卦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前面的状态是损损损损，就是损失的那个损啊，损损损损损，损到头了之后，我终于开始走向了翼的这个程度了。翼之后呢，我变成了烽火家人，整个一个团队齐心协力，然后众志成城来解决问题，一团和气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猫的卦，咱们看这个狗子，火山旅，旅卦前面那个卦是什么？是风卦，丰盛的丰，丰富的丰。旅到风到旅就是一个物极必反的过程，就是前面我是一个特别丰盛，收获特别的多，所有的东西都特别好，鲜花美酒特别好，之后我就开始踏上了旅程。然后呢，踏上旅程之后变成了什么啊？封山建了。建卦咱们之前讲过，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渐渐的，逐渐的把这个基础夯实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们仔细品这两个人的这个卦的走向是多么的有意思。今年狗子是需要一个漂泊，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了，但是历练之后呢，变成了这个封山建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旅卦啊，之前咱们讲猫猫的时候讲过，就是一种居无定所，非常不安定，非常四处奔波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旅卦好不好？我个人觉得啊，旅卦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旅就是旅行，就是外出。有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旅行，哎呀，我的嘴搬家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啊，在外出是最能增长见闻，最能增长见识的。我相信猫经过这个旅卦，它肯定见到了很多以前它绝不会见到的现象，想到了以前很多绝不会想到的感悟。那么狗子也是一样的，经过旅卦之后，它会学到很多新的在课本上没法学到的东西，这东西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然后咱们看这个，哎，说到哪儿来着？说到他俩奇才了啊，说到俩奇才了，就是一个奇才官鬼缠身，一个奇才就是变了，变成了子孙了，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咱们看一下他身体，他身体不错，身体不错。这个你看，这个整个，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时空下嘛，都是土是占最大的能量，没有特别的被土克制或耗泄的东西，唯二两个。土克的水跟克土的木两个还没上卦，克不到，所以呢他明年整个人身体还是不错的，然后身体还可以，然后整个的过程啊，他明年的主线，如果说猫猫明年的主线就是打官司，他明年的主线就是子孙克官鬼，然后加上赚钱，就是这么两个主线，就是有一种自我意识繁盛，然后想要自己当家做主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没有耽误他赚钱啊，没有耽误他赚钱，因为他现在的状态是拿到钱心里也不痛快，所以他这个子孙啊大爆发，他就是想过得痛快一点，我从卦上看我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身体状态也还是不错，这就是他明年的整体情况啊。对，有一个政策，不利政策对他影响不大，然后呢也有官非，明年确实是有官非，但是暂时还显现不出来，得等到夏天，如果他被克走了，或者是说秋冬的时候亥水大爆发，才能显现出来这么一个情况。说到这个履卦，我再多说两句，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履卦，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地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家，只是我们旅行的其中的一段旅程，最后我们的归宿是归到哪里谁都不知道，来了我们就忘记了，回去了之后我们也再说不出来了，来我们这个来到这里只是度过在这个地球上，跟我们现在的家庭，跟我们现在身边的人一起度过一段旅程，然后最后旅程呢，最终是要结束的，我们就各自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归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境遇高低是好是坏，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旅行中的见闻，增长了见识就可以了。我这辈子来旅游，我选的可能是发达国家，然后大富大贵，每天是吃牛排，每天是有仆人，我下次的旅行可能到了一个小康人家，再下次旅行可能去了比如说埃塞俄比亚，这个就是旅程就不是很舒服了，就不太好了，但是呢都是人生经历，都是一种体验，我们把每天经历的事情都当做我们出来旅行是体验就可以了。你看像我们要是去真的去外面去旅行，稍微有一点点不顺利啊，或者是说稍微这个旅程跟我们的预期不太一样，我们都会安慰自己说来都来了，回去之后呢我们还会回味上次我们两个在哪儿遇到了什么坎坷，然后我们怎么克服的，大家一回味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不会再去了，所以当时吃了点什么难吃的东西，买了点什么上当受骗的东西，我们也不会在意，反正过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嘛。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我们经历的每一天也不会再经历第二次了，这个也是旅行中一个难得的体验，经历过了，我们见识到了，学习过了，这个将来回忆的时候，我啊，当年还受过什么什么苦，然后我还遇到过什么什么有趣的事情，还遇到过什么什么奇葩，其实这也是旅行的见闻，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所以这个猫跟狗啊，这一段时间确实是比较艰难，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事爻全部都是尘土，最艰难的时候就是这两个月，寅月跟卯月，也就是立完春之后的2月4号到3月初，3月初到4月，这两个月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讲都比较艰难，之后呢都有小波折，但是慢慢的都会解决。总的来讲啊，狗子的明年比猫要顺利一点，它没有那么多忙到的事情，而且它所有的变化都是明着来的，它所有的变化都是明着来的，明着来的比按着来的要好解决的多，你最起码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吗？然后忘记跟大家汇报一个事情了，就是我又成长了，我知道了什么叫二级号，还知道了大舅跟二舅是谁，
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大家给我科普的结果，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猫跟狗子的卦咱们就先解到这里。总的来讲，我觉得有一些不顺的地方，但也都是意料之内吧，都是人生路上的风景，总的方向都是向好的，就是从整个这个卦的爻辞，然后这个卦的组合以及卦象上，就是大的方向来看，都还是不错的，也希望他们两个人今年能够齐心协力吧，共同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啦，然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再交流，拜拜。